这边的菜做下有米糕、鲍鱼、鱼翅羹、甲卤猪脚等等，都是呢这应景的菜色，也是桂林兴盛团为了做公益，结合阿翁西所料理，加上用心和名相当喜气，要来送予区内较艰苦的弱势家庭吃一顿青草。区长吴文贵表示，以过去伫后边区的经验，正当伊就任就发起帮助弱势兴盛团。这回在东兴工程的赞助，以及后期爱心协会和建委公司的支持，发送一日六包，一包五千块的红包，就希望帮助弱势好过年。我们桂林的行善团的爱心，特别是生具啦，生具的振动，特别赞助我们三十份的年菜，我们看年菜其实非常的用心，我们是由桂林的中破塞阿翁塞所长出，希望用丰富的年菜来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过一个好年，吃年菜过好年。然后呢，今年又有特别结合我们后世爱心会的爱心，那每一里呢提供30000块，每包5000块的红包，准备提供给各里的边缘户或弱势户啦，由里长去发放，所以在这里也感谢桂林的各界呢，一直以来都相当的有爱心，来营造我们桂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。桂林公所平常时就积极每下民间的资源来做公益办理救济，这回更希望澎湃年菜甲红包，除了温暖民众的胃，也温暖民众的心，期待大家合力持续传播这款爱心，让桂林充满爱甲幸福的感动。台湾新闻，郭文吉和小芳采访报道。